他们就说，如果你跟我找麻烦，那我也跟你找麻烦。他说，他就威胁我，他说你们的安全我们都不能保证。他说你女儿的安全，特别是你女儿的安全，他很明显，他是意思是说找人来骚扰你啊之类的。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就开始，我们就觉得太不安全，因为我们最大的不安全是我们的孩子。我有听到一些分享，就是很可怜，有一些姊妹是被扒光衣服，然后给一套很脏的囚服让你穿，这样。然后还有人说他们在里面基本上就是牢中牢，就是坐牢的坐牢，他们跟单独被关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一群人一天几个轮班的单独看守他们。其实就从头来讲，我之前上神学就觉得是因为我想以后在教会的小学或者是神学院，我希望在里面教书，这样。所以其实这场逼迫我有段时间很痛苦，我觉得是不仅是对我目前的人生造成了一些威胁和限制，而且还把我将来的一个计划我觉得是打乱了。我突然没有教会了，我不知道我以后该干什么。我说难道我就是去社会里面当一个就是一般的上班族，然后以后也没有教会生活吗？要听其他的，我们有时听录音我们也要听。他们就有一个人呢就说，哎，你们为什么要六四去做什么六六是不是祷告会呢？哎，我说那六四都死烂了这么多人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们祷告呢？我们又不是出于政治目的，我们只是认为他们是一些苦难那个不幸的人，是吧？他们还有天安门的母亲啊这些。我是就什么时候认识到我？所以我就跟我先生一起，我们就说，那先我们看五年嘛，五年不行就十年嘛，那总之我们就回到上帝要我们去服侍的地方，对，就帮助下一个像我们这个样子的人。有破人看他，有破人看我，破人看他，最多的一次。这都是看这个。他会问跟任晶一起回来吗？最早的从2月、3月，然后到后来。